抓鱼比吃鱼都香。实际叫吃才能吃出鲜，就是抓过那个瘾。你那什么，都买回辣椒面了吗？没有。威哥在家整这单子，你看这后台一天熬不容易了，都得自己亲力亲为的。老叔知道我爸最愿吃豆腐呀，给整的小葱拌豆腐。嗯，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吧，是吧？我爸就好这一口，别整那么多菜，有啥吃啥就行。我爸烫的酒啊。啊。这边等着留他凉了。老爸这次回来非常开心的。你觉得威哥家这山上咋样？好呗。好啊。多清凉飘的。这是你向往的生活不？我好像差事儿了吧。咋的了老叔？又钻进去了呢。万高从宽了。嗯，没事儿。看老叔炒的。黄山猪的肉啊，老香了。这两天21号，我在直播，跟威哥商量好了，让我再整两头吧。就这些了，没有了啊！再抢不着的话，不再跟小胖急眼的。上次小鸡儿也抢没了，猪也抢没了，好多朋友都看我视频都生气了，说我等一天都没抢着。老叔做菜挺好吃。农家菜。钻进去了，老叔。这个我那什么，给我盛好的。分走。好嘞。上菜了，阿伯姐。这都你愿吃的，你看看。蒜苗。嗯，炒黄山猪。你还喝呀？哎呀，让我当司机给你。嗯。小明没啥爱好啊，就愿喝点，真能干活。小明，老叔，小明是真能干，还有劲儿啊，我赶不上小明。给我爸少整点，一人喝半缸得了。嗯，少喝点。嗯，我妈今天都给来电话了，你让你爸少喝点。三两。阿斌喝一两就行呗，是不？哎，好了，还到呢。没有了。那也是。没了。你给我爸倒酒乐这样，你看我爸干乐的。太烫了。我就愿意吃老师蒸的这个肉，好吃，太香了，是吧？今天中午四个小菜。嗯。简简单单的，正好。再多了就不行吃。再配上我胖哥这个青煎萝卜。嘿嘿。嘎嘎好吃。威哥在家。忙后台的事儿呢，吃饭了。我知道，等一会儿我马上我整完这个。这是谁家拉面？那个。稻花香二号。嗯。油光锃亮的，看。我给老叔也拿了一袋咱家拉面。吃饭了，哥。烫的不怕烫。从早上呢，忙的这是，还没忙完是吧？哎，我到哪块穿着花棉袄，老照顾了。什么拉面？我问他一本烫。绝有绝有，小哥还有好饭。哦，这边今天有人帮他拉粪。对，这回你们仨喝。你整点不？我整什么整？我还整？我迷瞪的，我在整。我都心多大了，我还整。我来个炉，想那口。这鱼明天早上才能起呢。啊，那不更好吗？明天早上我起来，谁让你？啥时候起都行。今天有点晚了。本来说上午下，中午下的嘛。那不行，嘎俩小时白扯。嗯。最慢下雨的时候，小哥说。本身吧，咱这个鱼还少，密度不那么大，这是一。其二呢，你这玩意儿看那什么，人正常人下网都是三天五天的。对对对。去起的。哎，你瞅这，刚吃完就下。威哥。喂。你昨晚答应我是，知道吧？我过两天21号，嗯，再整两头猪，嗯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你答应了吗？答应了，是，没有几头了都，那太小的也不能整。21号中午10点钟吧，我开播，嗯、
行不行？上次没抢着都生气了，人抢鸡儿没抢着，抢你家猪也没抢着，都跟我俩生气了，没准是吧？哎，对，你看那个好邻居吃猪肉，大家哎都说好，我直播的时候的、啊、是，你家确实是好啊，行，那就行了，嗯，现在我也准备吃饭了，我决定吃这东西啊，嗯，你上点啊，上点菜头，这个怎么了？咋了？太咸了，我爸口重，但是你是咸吗？我吃正好。啊，好哥，正好。你看你豆儿，小黄豆，你不咸的辣黄的。嗯。这没有辣椒面，没买到有辣椒面，就辣椒面。还行，嗯，还行。等明天举鱼的时候，我让大爷，不是让老叔，让魏哥，让你们尝尝朝鲜族做鱼。行。行不行？必须看一下你家这鱼。刚才我直播的时候，嗯，我说魏哥家这鱼养的啊，没怎么放是吧？嗯，没放。就那里边的，你家鱼都要买，你说这明天吧，放点，嗯、放点家这钓鱼啥的，你来钓鱼来玩来是吧？哎，晚上我给你喝点，老香了。晚上给你喝点我泡的马蜂蜜。哎，马蜂马蜂子，大马蜂，那好啊。晚上，他这管什么不封风湿啊？管风湿的。对。您都说好使吗？嗯，那个最真招招不起啊！那这把腿杆大腿粗了得呀！那也，我爸老喜欢你家的那个。那就来呗，到时候你就来，你就没事你就来溜达呗。大马蜂那待时间长了都这长。你要觉得有点想回家，完你再走，你就来。我说给我爸扔这块，像你们去养鸡养鹅得了。我爸说行。你山下面有个那个草房，你修一修。大你先拿去修就可以了。先喝了喝一口一口，你兑点那个，这啥？这是马蜂子。哎，少喝点吧，让我爸。不点也不行，别长了，这能喝多吓人。我妈都看着。蜂蛹，蜂蛹，蜂蛹。你再，我妈都说了，你爸要再这么喝，赶紧让他来韩国。赶紧让他回来。我爸还不想去。不是这个吧？你是怎么的？来讲是，别喝多，嗯，别喝那个什么，就这个酒淡吧，三两酒。我说张家肉确实好吃啊、哦，肉本身品质也好，真香。对，另外你蒸吧，它的时间长点。嗯。哎，把你这个肥肉里头那个油吧淋出一些。你干好几罐了，就蒸回了。刚、嗯，你看就是那些肉，都是油。嗯。蒸着我放了。没放，放一圈。今天明天早上就鱼。啊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整不着的话，你说拿上奶块都得给我爸整点。那对呀，必须的。但是原来咱没修河，嗯，不过鱼老贵，不过能得。我爸就吃那个冷水鱼，咱这就是冷水鱼。你那鱼池里吗？不是，鱼池也是冷水鱼啊？对，是。山水呀，山水呀，对呀，真的山水，山水，说大爷，对，就是野生鱼，对，这是空山水，山上的地方，就我们这河全都是这水，全都是在山上。那我爸这两天来也长着我了，我爸。那个不再说我爸喜欢这种生活啊，我都挺喜欢。就这种生活，谁都想过呀。这给你多扒拉上两块肥点。老叔今年57了，老高兴了。我爸都60了。那肥的是回家稍稍扒拉扒出点油，还能吃两盘多香呢。早上到现在还没洗脸，没刷牙呢。等会儿带我爸跟小明去镇里边洗个澡，然后再去买一双鞋，这都湿透了、啊。哎，就剩三片了，都给你吧。行了行了，我都我不是我爸小汤人，他不行，他少吃点。啊，这又没事，这是我老乡了啊！你这就不不不，明天上午来起鱼了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